用在意复杂的疑问，不用在意无谓的忐忑，请扪心自问内心的世界，什么才是你想要的？生活真的太多不如意，不如转个念头来舍得。就算眼前的阶段太苦闷，雨过天晴是规则。什么时候云才会散去？散去、yeah。什么时候人才会清醒？哦耶！就看开一点，看开一点，品尝这一切。世界不完美，勇敢去面对。阳天，我走在大街，感受这一切。未来的日子不管多远，你比谁都还了解。喜怒哀乐无所谓。Listen， 也许会怕累，也许会乏味。也许事与愿违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不用担心。也许会疲惫，也许会气馁，也许有些狼狈，你不要灰心，你不要灰心。晴天雨